酸菜是哪个地方的菜？酸菜在我国是比较常见于东北部、西南部云贵川地区、广东潮汕地区等，在不同的区域所使用的原材料及制作工艺也有所不同。东北的酸菜是当地最具有东北特色的家常菜，主要是大白菜腌制而成，比较出名的便是酸菜猪肉炖粉条。云贵川地区的酸菜又名泡酸菜，味道酸咸，口感生脆，有着提神开胃的功效。通常是用芥菜和榨菜的叶子腌制而成，常见的菜有酸菜鱼、老坛酸菜面等等。广东潮汕地区将酸菜进一步发展，潮汕酸菜用的芥菜梗多叶少，异常爽脆，腌制方法与东北等地也不相同，吃法简单，搭配米饭便能立即食用。酸菜好吃又健康，有着宽胸解烦、解酒消食、解热去燥的功效，营养十足。